滴的指甲线没有清干净，放置浴巾的架子上也有清晰可见的水垢，门后还有两包尿布包，入住饭店的旅客简直看傻眼，发文说兴奋开车来到垦丁一间在亲子界有名气的度假酒店，一进房就闻到烟味，放完行李看到不止地板有指甲线，浴室浴巾架有污渍，公用健身房的跑步机汉字没有清，更让他崩溃的是晚上使用浴室发现门后有前一组房客使用过的尿布包根本没处理，让他吓到不敢再回访，而实际回到这间饭店询问看看。你们会做定期的还是不定期的？当然一定会定期啊。饭店业者针对消费者介意的部分出面致歉。检查流程我只能更细致，我只能更细致，请所有的工作人员，请所有的主管自身人员能够更细致。对于房内的卫生环境，强调会加强人员训练，也释出神意。他弄完，然后他也忘了，就那包垃圾就被卡到门后去。这个诚意能够继续，能够让这个客人能够再回来。事实上，这间饭店馆内亲子设施很多元，除了有游泳池，也有各式各样的游戏空间。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是用决明子的，不错不错。平日也有不少亲子客入住，这次有游客觉得入住体验不佳。业者也强调会检讨改善。华视新闻中文汉屏东报道。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